这个时候需要追杀，我也知道，是时候去主宰比赛了。对呀，你说为什么他定都了，他自己不定音，他要说他定都了呢？这就很奇怪呀。 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因为想听你说话呀，我不说话呀，我放视频，我说什么话？ 全军出击！谁的场子？敢进草丛，走位，再走位，再走位来，人呢？ 口气不小，从泉水开始落到你脸上，除了灌篮别无他法。不要破坏规则，要朝着规则灌篮。我被于小 C 夺舍了，怎么的？这洛克萨斯之手必须就只能于小 C 玩，别人不能玩吗？ 猴这英雄就必须我玩，别人不能玩是吗？啥意思？是吉祥物吗？我是来过年的。要赢，要回家。 恨你自己吧！这就是接球。在我回来时，比赛将会继续。 他 A 我一下就换了，他没有攻击间隔，他怎么 A 我？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看不见的裁判就是法律。 先升个4吧，兵有点多呀，看看能不能连兵带人一块刮死了。疾跑一开，打个眼，平 A 拉回来，平 A 减速接平 A， 外圈刮，游戏时间大。你的篮球打得不行哦。 单挑还在带个工兵呢，傻子斗武器，这就没意思了啊，这就没劲了。洛克萨斯系列鞋，我只穿这个牌子。洛克萨斯鞋。
每条路都是来个绿豆糕。总有人成为现在的我，那就让我来吧。包女带致命节奏，那包女要么带错了，要么就是 AD 包女呗，咋的了呢？下把我们来个 AD 包女玩一把。你要再试试吗？先减速，外圈滑拉回来，平呗，转平呗，平呗 ，A 先减速，接平呗，接平呗，接平呗，四，直接闪出去。头发球，他没闪现，这就是接球。下波来劈，劈什么呀？当你完成训练后，再多练一些。想上线？不会全力付出，但会全力争取。Shut down。回来吧你！最后外圈锅。我打的每场比赛都是。外圈锅，我操！闪现回塔，这没办法。四个塔皮，走了。灌篮可不简单。看到一支队伍，我看到的是一群穿着燕尾服的路人。我来把西地孩呢，这个英雄西地孩是不是贼猛？他的 DF 二连可以给我减好长好多秒 ，F 技能给我减了四十来秒。D 技能给我减了三十来秒，全凭肌肉记忆。来把西地海，太好了！头发球，我把战术底册烧掉，这就是接球。Ally has been slain。场子，我帮帮场子。过来杀包女来，别着急啊，在这躲一下。一跑一开，外圈滑你个逼，降头，没拉回来，我靠。快点 P 没了，赶紧过来，拉回来 ，A 阶一个 P 就减速，外圈光，来 P 一下，看不见的裁判就是法律。妈的，这个人老是 Q 往后闪。往后边移，太好了！
斯懂得过人。回家吗？不回家了。回家干嘛呢？我不打比赛，我就是比赛。退后。吃个一血塔，细节一点，让小兵全被砸没。回家了。所以这就是百分的样子。我不需要队友，但我的队友需要我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下路两个 AP， 在我们没有紫炎之力之前，我先不下去了。朝着咽喉灌篮。Enemy rampage. Shut down. 每条路都是我的路。头发球。总有人成为现在的我，那就让我来吧。等一会儿啊，让他以为我们走了。真怂啊！最好把它称作旅行，因为我要去大杀四方了。结果有眼儿，不可能有眼儿，有眼儿小兵早就打我了。看好了，越了吧？这么明显，哪里明显了？当你完成训练后，再多练一些。就是猜的。我不会全力付出，但会全力争取。防御塔不成即将脱落。要么是看见我了，我视野没打好；要么他就是猜。我打的没藏。有眼的小兵早就打我了。小兵会有仇恨。可不简单。喂，圈儿，哎呦，我咋回头了？这刀锋，回头抠了我一下，变成内圈花了。这把这么难打呀？我没看到一支队伍。但是我们家有个老头穿着燕尾服的路人，所以没关系。包女儿这波可能会去打峡谷，所以呢，我们打完这个红就去打他。惊喜！嗯？谁的场子？
什么是惊喜？ Shut down。 我上篮然后得分，我就不想让他招我。头发球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拉倒吧，你俩别跟我在这玩了，你俩也不带上的，你打不过我。不要破坏规则。上路一堆兵不吃吗？吃啊，这不来了正好吃吗？你很急吗？我刚才如果直接去上路，这个剑魔就会把我们家中塔给拆了，所以我不能直接去上路，我要先把中路的兵给他收了，让小兵没办法，没办法推我们家的中塔，我再去上路。而且上路的兵也没到塔前，也不会丢。大反击，这中路咋回事啊？中路啥意思？老头有大吗？老头没大，我看那波啊。挂疾跑一开拉回来，有人有点多减速，喂，圈挂接走喂，接走喂。我操了，没队友兄弟，没办法，这波不应该上，不上好了，妈人有点多呀，五个也四个人。给我一顿技能往上套啊！呀，我蓝被塔砸死了。我不打。虚级乌鸦。我不需要队友，但我的队友需要我。退后！等一会儿打团吧。朝着咽喉转转。或者我不团了，他们家也不团，我推高地得了，俩人也打不过我，就怕他们四五个。这就是接球。那都不敢过来，没有四个人他都不敢来。我也根本就不怕，我会回来的，推迟比赛，你们就是个人，带上他，也就只能聊聊闲，你说还能干啥？你那瞎他妈扎我两下子，撇一撇，那你就直接撇了。致命节奏原来是这么用的吗？真牛逼，直接撇了。原来你出 AP 带致命节奏就是这么用的呗。你不用你在那画圈儿，好烦啊！还是扎着我了。哎，我早点闪好了，他妈的让他给扎着了。
刚才不打，你打不着，你打不到他，那豹女不能让你勾，他都不带跟你打的，他就搁那 A 你，他就跑，你来他就跑，你跑他就扎你，他能跟你打吗？那凯野为啥不杀人呢？灌篮可不简单。好死吗？还是咋回事？你队友咋那么多呀？我的数据说明一切。等一会儿啊。出个板甲，来点护甲，再出个十五就可以了。保持水分，全凭肌肉记忆。可以呀、啊，看看你吧。谁的场子？星期三也行。你们玩吧，我就不去了，我去下路推。我上篮，然后投中，头发球。耶哈哈哈！太好了！小兔崽子！往哪跑？你怎么的？你就必须打这个石头人呗？我就全接你又能咋的？你有多少伤害、啊？我从不练。来，给我加速，来，给我加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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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操了，该我了吧？啊，该我了吧？该你了，我走了，再见了。这里头有眼儿，我没有 P， 等一会儿，等我的 P 好了的，闪现拉回来解除。外圈吧，你敢 P？ 哎呀，你敢 P？ 解除，你敢 P？ 外圈吧，你敢 P？ 点名的。直接 A 他 P 好了，他妈的这个头就不应该放。怎么老头大招时间到了呢？老头大招时间持续的有点时间有点短了。老头不持久。确实啊，老头不够持久。把这破鞋给他撇了。
真没什么用。我不打比赛，好，就是比赛。把这洞洞鞋给他扔了。我不需要队友，但我的队友需要我。好，好，你们打，我去一v5。来，喜欢画圈，你敢踢？喜欢画圈是吧？致命节奏，哎呦！好，炸弹人，使劲跑！我探雷小队，好丁 ，A 阶减速，到你了。那你可跑不了，我上路。那啥掉？你敢踢？喜欢草，你敢踢？扫描一下，拉回来。给我赛跑，外圈光减速一个屁！圈刮拉回来 ，A 阶减速接死了。这犯人精的才人，哎，刚才大龙没打掉吗？大龙没拿吗？为啥没拿呀？刚才我眼瞅着他们去打大龙呢，怎么打一半不打了？一件万剑魔你们都打不过吗？兄弟，28分钟一件装备都打不过吗？当你完成训练后，再多练一些。我一动手都跟过来了，不需要啊，他们来没啥用啊。我不会全力付出，但会全力争取。逼他翻墙啊！让他把这些墙全翻了。我打的每场比赛都是打大龙啊！我操！我疾跑开是吗？那我不能白开。打大龙去，你别跟我来，怎么杀不了我？过难可不简单。我没看到一支队伍，我看到的是一群穿着艳服的路人。直接跑，直接跑，直接跑，就跑，就跑，不用给大，就是跑。谁的场子？我的场子吗？不是喜欢追吗？追，使劲追啊！拉回来，哎，好烦啊！英雄好难杀呀！
拆完就跑。回家出装备，包女儿也是个带，是个什么带？是修带呀？那可不是。Shut down。这就是接球。灌篮就是我送你的礼物。是塑料袋。头发球，老头拿了。我从不练习。可以呀、啊，老头，给我经验，老头。差五十秒一波，妈不信。不见的裁判就是法律。太好了！头发球。我这老扛揍了，这都没够着。他不杀 ADC， 他不杀老头，他杀我吗？没办法，打不着人。这英雄就笨。